学生。嗯。然后这样子就好了。教你。因为平时这样子。不能有渣在里面。对。教的打法有技巧吗？打多点就是了。打多点是吗？嗯。贴的时候要平整吗？还是怎样？是啊。要平整。你绷得太紧，不能绷得太紧。先弄平。贴到什么样程度才算贴好？差不多了，这样。这样差不多。有。要平整，可不可以从中间这样子弄呢？不能弄是吧？嗯，就弄两边就好了，弄胶两边。只弄两边，不能弄中间。你是弄中间的话，可能胶就会到边上去了。那个水跑出来。里面不是有水吗？可以了，是不是差不多是吗？可以了。